这本《吃素与放生》60页，第一，我们念下来：佛说护身偈，一切胃胀痛，莫不爱受命，取己可为替，勿杀勿教杀，如他己不义，如己他亦然，取己可为替，勿杀勿教杀。所以我们学佛，众生就是自己，要有一体的感受，他快乐我也要快乐，他不要痛苦我也不要痛。生命有没有轮回，有些人不相信，但是你就相信他不要痛苦就对了。所以佛讲了这个护身的偈语，一切众生都怕被打乃至痛苦，每一个生命包括小小一只蚂蚁啊，都很执着爱护自己的生命。所以你拿自己可为譬喻，你用自己来想就知道。所以千万不要去杀其他众生，乃至叫别人去杀他的生命，也没有一个生命希望痛苦被杀。所以就像别的动物，我们自己啊，事实上是一样的啊。所以自他都是平等的，所以拿自己来做这样观想譬喻，千万不要杀生，千万不要引导或叫别人去杀害生命啊！佛陀讲出这个出名的护身偈啊。再来，护身诗念下来：泛拜生生彻太空，胎软施化佛心同，护身爱物人人作，大地光明法界中。什么叫泛拜呢？就清净慈悲的声音。所以我们在唱泛拜的时候一定要讲木鱼，那个木鱼就是个鱼，牺牲他自己打开肚子啊，救护生命的。所以我们在唱诵的时候用我们这种啊泛音清净的大悲声音呢 啊遍彻3000大千世界。为什么？所有的生命胎卵湿化都跟佛一样，每个众生都有佛性，每个众生都想离苦得乐，就叫胎卵湿化，佛心是一样的，众生皆有佛性。所以保护生命爱护动物，每个人都应该实践。如果是如此，大地光明法界中啊，这个世界啊就充满了光明了啊，法界哦，众生就离苦得乐了。所以我想释迦牟尼佛示现在这个世界，他叫救所有的生命离开痛苦啊，这叫普度众生。度就是不要让他痛苦，超度超度就是不要让他痛苦。我想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意义啊。如果每一个人从小都受这样教育啊，每一种生命都是要帮助任何一种生命的，而不是自私的啊。哦，我们今天拿过来一只鸡来吃，对我们来讲它是食物，你没有想到它是一只痛苦的生命被杀的过程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不公平啊啊。那如果我们被杀，我们的肉被切下来，你都不会说它是个食物，它是维他命 C 哟啊，但是我们就忘了它的痛苦啊。再来，寒山大士啊，就文殊菩萨了，念下来：猪吃死人肉，人吃死猪肠，猪不嫌人臭，人反倒猪香，猪死抛水内，人死掘土葬，彼此莫相吃，莲花生沸汤啊。所以如果人不要吃猪，猪不要吃人啊，那就在这种沸汤就像滚熟里面开出莲花了啊，世界就和平了。所以猪真的会吃死人肉啊，但是人也吃了死猪肠啊，所以一样，猪死了以后丢到河里面，人死了把它埋掉啊，啊，众生都是平等的，所以你吃我，我也会吃你啊，人吃羊，羊吃人，生命有轮回的。所以希望这个世界和平啊，不要互相伤害。反过来
这个都是寒山大士的诗文。来，共共买鱼肉，当归为妻子，何须杀他命，将来活如己，此非天堂缘，纯是地狱渣，徐六已破堆，使之没道理。这世间人啊，到市场哦，这个共共不知道什么意思，搞不好是看到好吃的咕噜咕噜的啊，就想要吃了共共哦，很好吃，那就买这个鱼肉回去以后哦，交给太太要煮给我吃了啊。那这何必一定要杀其他众生的生命呢？啊，来养活你自己呢？所以这样子做不是结好缘，不是天堂缘，这样子做纯粹是啊结了地狱的啊，就是要这个渣，就是代表到那种地狱里面的脏的，还是火堆里面，还是泥泥地狱里面，就会入进去了。后面这句话我的天啊，看不完了，徐六已破堆，死之没道理，知道了再解释一下没关系。来，其三，来，连底众生病，参肠略不厌，真屯温蒜酱，灸压点椒盐，去骨鲜乳会，煎皮熟肉脸，不知他命苦，只取自家甜。啊，一般我们在吃肉的时候每天吃都不会累啊，啊，不管用什么方法吃都不知道他生命的痛苦，只想着说自家的好吃啊，我儿子喜欢吃啊，我们家里很幸福，这么多鱼这么多肉啊，所以用各种方法，这是描写如何去伤害动物的各种方法。就像各位在啊，吃那个烤鸭，对不对？还要加点胡椒盐的，啊啊，吃猪肉还要加蒜头酱，这样啊，是这样描写。第四，来，寄予食肉汉，时时无逗留，今生过去种，未来今日修，只取今日美，不为来生忧。老鼠入饭瓮，虽饱难出头。最后一句话，因为老鼠鱼吃掉到一个大缸里面，一直吃米，一直吃米，结果把米吃完了，才知道它跳不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意思是说，哈，寒山大士、文殊菩萨跟我们讲，寄予我们这些吃肉的人，寄予食肉汉。啊，我们在吃的时候，哦，都不断的吃，啊。所以得到这一辈子是过去种的因了 啊未来也是今日在做的。所以如果你只管着今天好吃，只取今日美，不怕未来啊，不担心未来的苦的话，就像老鼠在掉到缸里面去吃米，米吃完了跑不出去了啊，所以一直要受到果报。反过来，实德，实德师啊，实德就是普贤菩萨。来念一下，拆见世间人，个个爱吃肉，碗碟不成干，常食道不足，昨日设个斋，今日宰六畜，都缘业使牵，非甘情所欲，一柱到天堂，百度照地狱，阎罗始来追，何家尽啼哭，炉子边向火，祸子里早遇，更得出头时，换却如衣服。实德大师说，哎呀，可怜啊，看到世间这些人大家都喜欢吃肉啊，啊啊，碗碟一碟一碟都还没洗干净啊，又永远吃不够一样。昨天才去吃个素，今天早上却又杀了这么多众生啊！所以那些众生都是缘他们的恶业才会被杀被吃，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啊！所以吃一个斋等于一度
造天堂，结果又开始杀生吃肉，摆渡造地狱。哪一天阎罗王派使者来追讨的时候，生病了，死亡了，全家就趴在那边哭啊。好，下了地狱以后啊，炉子边向火啊，就丢在那边烤火，乃至丢到那个油汤里面叫你去洗澡啊。然后呢，将来从地狱出来投胎的时候又不是人啊，所以变成这只动物穿你的衣服，然后你又变成它的样子，要生死轮回。第二，得此分段生，可笑好行直，面貌似银盘，心中黑如漆，哼猪又宰羊，夸道甜如蜜，死后受波障，更莫称冤气。我们做人叫分段生死啊，所以我们得到了这种分段的身体，哦，外表很好看啊，但是这个脸哦，圆圆的很漂亮啊，但是心光紧窝啊，心如黑，黑如漆啊。为什么？虽然外表很好，但是心肝很狠。为什么？宰猪又杀羊，还说它又甜又好吃啊。死后受泼炸，什么叫泼炸？泼炸地狱就是说你的皮肤会一直裂开，像在这种泼炸地狱里面，寒冰地狱苦，那个时候就不要叫冤气了啊。你怎么伤害他，那就要受同样的果报，用切的，用煮的，用烤的，那些果报都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啊。第三，男女未婚嫁，俗物是常宜，自量其势力，何用广张师，取在夸人我，论情入骨痴，杀他鸡犬命，生死堕阿鼻。世间的人为了结婚啊，用世间的方法是这些正常的啊，但是我们要自己评估自己啊，何必哦？为了要现在人就是钱不够，为了结婚还要想尽办法去借钱，还要夸张啊！所以取债夸人我啊，赚到钱了、啊、或是去借钱了 啊，那么还要爱面子啊。论情入骨痴，那、啊、谈到感情呢以后又很愚痴执着的爱你入骨这样啊，杀他鸡犬命，那、啊、为了我们要结婚。还要杀死这些鸡鸭鱼狗，到时候身体死亡还直接堕入阿鼻地狱。意思告诉我们，不要为了结婚啊，爱面子啊，办酒席啊，伤害这些物命，免得将来受苦无穷。翻过来，第五，普劝放生。唐朝汉中里来，放生功德妙难宣，普劝人人结善缘，物命虽为心愿大，立身行道可回天。这个是一个福鸾的啊，福鸾啊，汉钟离八仙之一所写的啊，所以说放生的功德美妙啊，没有讲不完，所以也劝大家多放生，广结善缘啊。那小小的动物看起来小小，但是这种心愿大，众生都是母亲呢，都是未来佛啊，所以如果这样常去做，立身行道，将来还可以升天啊。再来第六，放生。来，万风回绕一风声，到此常修苦行心，至少雪冲归路基，天明恐有猎人寻。所以一个修道人为了追求极静处，跑了很高很高的地方啊，绕了很多山，要找一个极静，在这边要修苦行。那是什么样的苦行呢？结果就看到那些山上的野鹿出来啊，找东西吃，回去以后脚印慈悲心呢 啊，就把这个鹿的脚印赶快把它扫掉啊，怕明天一大早猎人看到鹿的脚印就杀生了啊，就代表修行人的慈悲啊，一方面修苦行，二方面还要对众生慈悲。再来，李纯阳祖师未生己，来，如欲延伸听我语，凡事心心需求己，
如欲延伸悉法身，此事循环真道理，勿要此时如救他，如要此时天救如，延伸种子无别方，戒杀放生而已矣。纯阳祖师吕洞宾，他也是个佛弟子啊，科金刚经啊，所以他说各位要长生延寿，要听他讲啊，那凡事要小心啊。事实上，长生延寿要靠自己，如果想要延寿，那就要放生，这是因果循环真正的道理。所以动物要被杀死的时候，我们救它，那到时候我们遭受灾难的时候，天就救我们。所以要延生，要生好的儿女，没有别的方法，戒杀放生而已，很简单啊。再来第八，白居易劝达鸟者来，谁道群生性命为，一般骨肉一般皮，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只在巢中望母归啊。他说，谁说小小的动物性命就不算什么，它跟我们一样有骨有肉，一样有皮呀、啊，就一样有感受的。所以劝我们大家不要打在树枝上面的鸟，为什么？这些鸟它们是出来找食物，找完食物赶快飞回去给它的小鸟吃了、啊。所以他说只在巢中望母归，如果你把那个母鸟打死了，那只小鸟活活饿死了、啊、那个破人家庭将来我们也会妻离子散，那这个意思，劝达鸟者。所以鱼会投胎做人啊，鸟也会投胎做人啊，啊，所以佛陀家族的故事，过去杀鱼啊，后来鱼变人，大鱼变将领变国王，带着军队小鱼全部把四家族又杀掉了啊。这种生命轮回道理，各位你要一直想这个道理，不然有时候你信不下去啊。成佛的家族都要遭受这种业报哎，何况我们这个小凡夫啊啊。再来，宋朝慈寿怀圣禅师劝食素来，吃肉何如咬菜根，且图身口戒香熏，莫言死后无因果，八两七还他半斤啊。吃肉还不如吃素了啊，这样呢能够让我们戒律清净，不要光图身口的欲望，千万不要说死了就算了啊，没有轮回没因果，吃人八两还人八斤啊。对，广钦老和尚最喜欢讲这句话啊，八两还半斤。所以我们身上一块小小的肉被割烂掉流血，你就很痛苦了啊，那何况那些动物啊。第十，老翁死雀儿，昼夜捶胸哭，痛心彻骨髓，叫云我孤独，何不反思量，自啖猪羊肉，羊岂不思儿，猪亦有眷属啊。一个老人家死的儿子，哎呀没办法睡觉，捶胸哭啊啊，痛心彻骨髓，这下完了，儿子死了，我一个人孤独了。那我们也要想一想，我们喜欢吃猪肉羊肉，难道羊母羊不疼小羊吗？啊，母猪亦疼小猪啊。所以我们破坏他的家庭，那将来我们也会妻离子散。所以以前很多人喜欢吃烤乳猪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嫩啊等等。所以这古时候的大德留下这些诗啊，各位应该把这些诗勇敢一点贴在市场门口啊，羊肉卤店啊，你要想尽办法，因为这些人不知道啊，他如果知道他也不会吃啊。我们以前在场的人谁知道啊，牛排好好吃哦，冬天到了吃羊肉卤、啊、好好吃哦，大闸蟹好好吃哦，谁都会吃的，但是就是知道了，哎呀我以前都没想到有这个善根，所以他们就我们就开始检讨了，慢慢就不吃了啊。所以我想我们会这样，他们也会啊啊。我记得我们年轻，我骑着摩托车到外双溪
就吊那个虾子，摩托车引擎让它热一点，热一点，然后呢虾子吊起来，然后马上给它烫在那个引擎上，马上变红了，加高粱酒吞了。好，啊，这下可惨了，啊，然后有人负责钓，哦，有人负责弄，哇，好棒啊！啊，这个郊游旁边又有小女生，啊，真快乐啊！人每个人都认为这个是很正常，哦，谁钓虾钓得很厉害啊？啊，都是如此。后来就现在就不用去溪里面钓了，现在很多钓虾场，对不对？爸爸带着儿子来，我们去钓虾，马上烤。自己钓起来的，吃起来好像比较有成就感，嗯，啊，但是都在做这种鱼吃痛苦的事情，这看起来是小事，但是是很莫大的痛苦都在里面啊。再来，送苏东坡是我最感动的十句话，来，钩镰归汝雁，血子出蚩营，为蜀长流泛。莲儿不点灯，你看苏东坡修的好不好？啊，那个燕子要飞回来仓库里面，所以每天晚上睡觉窗户都一定要留一个孔，把这个窗帘勾起来留一个洞，让那些小燕可以飞回来。啊，他们固定的窝，血子出蚩营，然后那个古时候的窗户是用纸做的嘛，没有玻璃，就故意给它挖一个洞叫血。然后呢，那个苍蝇如果白天飞进来了或是什么，它还可以飞得出去。各位，你看到窗户苍蝇都在那边一直想要飞出去，所以它故意挖一个洞。然后你要出远门了，怕家里老鼠没得吃哦，喂鼠常留饭，留一点给它吃。然后要点灯呢，那个飞蛾扑火，哎呀，所以可怜这些飞蛾，怕它扑火，所以晚上就不点灯了啊。这个就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！所以我想，我们大乘佛教就是为了利益众生。那一个利益人想要利益众生，首先要信因果，信众生有佛性；第二呢，要柔软心，要柔软的身段，像苏东坡这么柔软的 啊，时时刻刻为众生想。有了柔软心，才有一个大悲心啊！所以，我想修行人的特点。也时时刻刻，我坐上公车啊，让位给小孩子，让位给妇女，啊，做什么事情都怕对方痛苦，啊，时时刻刻想着别人怎么照顾别人，这才有悲心呢，啊。第十二，送慈寿回生禅师《戒杀记》二首来：世上多杀生，谁有刀兵劫？复命杀如生。欠财焚如宰，离散如妻子，曾破他巢穴，报应各相当，洗耳听佛说。啊，大法师跟我们说，世间大部分的人都在杀生，所以才有这种刀兵劫。古时候很可怕的，对不对？盗贼来啊，砍砍杀杀 啊，所以如果你欠他命，他就过来杀你的身体，不是莫名其妙啊，这个世间没有莫名其妙的事情，或杀错人啊，或什么，一定你有欠他命，他才会来砍你。乃至你欠他钱，所以古时候盗贼放火烧你的家里，啊，乃至呢破坏你的妻子，离散如妻子，破坏你的家庭，因为你欠他情嘛。乃至曾经破坏他的巢穴，啊，那些鸟穴啊、动物巢穴你破坏，他就让你妻离子散。所以这个就是报应啊，各相当，绝对不是巧合。所以我们要耳朵哎呀听清楚啊，啊听佛说啊，一定要相信啊。所以我认为各位，我们在这边念这个对我们来讲很正常，但是要可怜这个世间啊，连总统都不知道，连行政院长也不知道啊，连校长也不知道啊，这就是这个现在最大的悲哀啊，啊，所以好像是有知识，个个却很愚痴哦，叫无明，那就靠谁啊？就靠我们这些佛弟子。古时候没有什么，只好写下来到处贴。那现在各位要用你的电脑啊、网络啊、手机啊，那在你家的门口啊，现在还有那个人家当店都会做那个 LED 啊。
每天换字换荧幕很醒目的，要想尽办法把这些他们看得懂的马上知道的法语一定有人会看，特别那小朋友看到几句话，啊，生命有轮回吗，他就会去追求这个道理啊，吃牛牛会来吃你吗，所以他们就去思考了，有善根的马上就相信了。其实业，买肉需要肥，买鱼需要活，买衣需要美，买田需要阔，若叫买命放，一毛不肯拔，黄泉路途险，失脚恐难脱啊。所以这世间人要买肥肉，要买活鱼，要买漂亮衣服，买土地要大的，然后叫他买命放生，他还骂你 一毛不肯拔啊，说我们破坏环保啊，如何如何，因为他不了解嘛。所以将来往生了以后怎么办，黄泉路途险啊，不小心就堕落三恶道啊。再来，宋朝黄山谷戒杀，我肉众生肉，民殊体不殊，原同一种性，只是别形躯，苦恼从他受，肥甘为我虚，莫叫眼老断，自喘看如何。所以我们的肉跟所有鸡鸭鱼的众生肉，名字虽然不一样，本体是一样的，都有佛性啊，都想要，都很敏感，都很怕痛苦，原同一种性，本来大家都是同一个佛性，只是因为业报差别，他做神做人，他做动物，他做鬼，名字不一样啊，本体是一样的，但是如果让他痛苦，苦恼从他受啊，我们要杀他吃他，肥甘为我虚，为了我要啊营养，为了我要好吃而杀他，那这个事情如果你叫阎罗王来判罪，就像你要想你现在下地狱了，然后我不想下地狱，然后那只牛就跑出来，你不想下，你吃我怎么办啊，那只猪也跑出来，那我要找谁讨，是如此啊。所以各位你想想看，你现在我们往生的希望去极乐世界，为什么这么难，业力拉着你去不了，你要去，那我妈你帮我堕胎怎么办，这小孩子没超度，这个妈去不了了，这些鸡鸭鱼就拉着你啊啊！就像广化老法师说的，他一心念佛求往生，想要闭关好好念佛，就一闭关几百公里都是鸡鸭跟他讨命，他在闭关房被硬摔，摔到脚断掉啊！这些众生会来讨命的，你要解脱，那我们怎么办啊？所以我们杀他吃他，所以要不断的回向给他，不断的超度他啊，你才不会被业力绑着，业力绑着，这一点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真理啊，用什么方法告诉别人啊？第十四，戒杀，来，血肉淋漓为逐针，一般痛苦怨难生，设身处地扪心想，谁肯将刀割自身啊？我们在厨房啊，血肉淋漓啊，煮得很好吃啊，但是一般就是我们跟众生都同样的，谁被杀被煮都一样的，结果他不会讲话。如果每一只鸡都会讲话，没人敢吃鸡啊，你看我鸡哦啊，我就敢扣哦啊，我们都不知道没听到，不是故意的，人也不是坏心，就是不知道他会痛啊，完全不知道啊啊。古时候为了要古时候那个俘虏营里面，或是为了要制造药，把活人不用麻醉就把它剖开，然后呢刺他的器官，看他哪里有反应这样啊。各位都知道，以前甚至在做中药，割个十字，然后把水银灌下去，皮就扒下来，然后就开始针灸，哦哪里点哪里，哦知道了这些道理啊。这些人做难道不知道？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想到他会痛，他这人哦丧失心智的时候就会变得会去虐待动物，虐待人呢 啊所以哪一天他知道说会有因果，或者说不就不要讲因果就好了，
对方很痛，他就没想到这个啊。所以啊，设身处地扪心想啊，设身处地就换个立场，你换成他的立场想一想，谁要把这个刀啊割自己的身体呢？所以我想各位呢，一定要跟我们的老妈妈讲，然后呢，老妈妈如何跟隔壁的阿妈妈讲，因为大家都在煮肉啊，大家都在买肉啊。我们对我们来讲，肉它叫食物，它叫营养，它不是肉，它因为它观念上是如此。这是我儿子最喜欢的，我老公最喜欢的上恰巴，没老公说上恰巴吗？对啊，忘了啊啊，有白够肉那种啊，我早就忘了，你们还记得起来，还厉害，算是公林哥的家的对了。那个低调点，我未来被拥抱呢，因为没想到他的痛苦就是这样，啊，但是现在一想，哇，太可怕了，啊，太可怕了，所以那个时候你想说营养哦好吃，你没想到他的痛苦。如果你想，而且各位要知道啊，我看经典，猪被杀的痛苦还没有他后面被煮的更痛苦，他后面再被切跟煮更痛苦，因为被杀是几刀然后流血。但是被切被砍是慢慢一片一片在炸，那个更痛苦，因为不是死了就没有了，他执着他的身体，一般都会执着他的身体，有一些人类都很喜欢在赶快买来赶快煮。但是祖师大德会跟我们讲说，助念啊，最慢最短要8个钟头，标准要24个钟头，也意识能够都还在身体上。但是人类在吃鸡鸭吃猪肉都是打细的，那些活海鲜都打细的，所以你在切割煮在咬它都还在痛啊。各位你现在拿石头把剥化嘛，往后讲吧，那个鸡腿那个鸡脚那种剥一种就是这么痛啊，所以它更恨啊。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些因果关系啊啊，会怕。就像以前有一位小和尚跟我讲啊，师父你知道吗，我们经过牛排店，他给我看，他说他看到了啊，他要跟我讲好可怕，他说那些人在吃牛排，然后那个牛就在后面这样，他只剩下一个头都还在恨他啊，啊那个牛在恨你在后面他吃，他就是一直恨，然后他就跟着你，然后就慢慢就找你报仇，一根要跟好几辈子啊。如果你不懂佛教，他就是一直恨你，一直伤害你啊，他一定要报仇的。所以如果了解这些道理，各位过去观想。所以我现在很想请那些懂得佛教会画动画的把这一幕画出来，但是播在电视上一定会被告，但是我们要承受，这是真理啊。堕胎的小孩子在恨这个堕胎的人啊，那是他实实不在不愿意恨他妈妈，但是没办法啊，他痛到不得了，他就找他妈妈，他断手断脚都在流血了。被堕胎的小孩就是他就剩下一个意识，然后不管他剩下什么，他就用这个残缺的身体跟着妈妈，因为他手脚被弄断了，他骨头被弄碎了，他执着在某一个地方，然后就这样跟着的。所以他们看得到的，哎呦叔，等卡等秋哦，对吧，你想怎样等卡等秋，那胎儿然后后卡后秋啊，他就是这样缠着啊。那有些因为某卡某丘，所以他就附着在你的骨头里面，因为他没有，他身体被吃掉了，但是他的意识的他就附着在你的任何一个部位，所以你就会痛，你就会难过。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啊，所以我第一次震撼教育是我这个丙六，那个时候他去有一个也会看得见的一个男生，他头痛啊，哎呦哎，我头发就疼啊，来问看嘛呢。啊，结果那个会看的，哦哟，你头壳疼，哦，我看到你这边有一只乌龟咬在你的里面的脑神经啊，啊，不是乌龟，鳖，啊，还有另外一个朋友在洗肾，然后他看到说，哦哟，我看到几只高啊，万魂力，嘎力啊，一问之下哦，他吃狗肉哦，他喜欢吃鳖，就这么简单，啊，所以我想各位佛法甚深啊，但是。对社会大众就要讲这个，对他真的真实切身的有关系的，啊，动物就附着在你的身上，啊，
那就让你受苦，因为他除了报仇，也是因为他很苦嘛，他很苦，啊，他很苦，他没有停止痛苦，所以就要求你，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忏悔啊，做烟供啊，超度他，嗯。第十五，七十二页，明朝紫伯大师，紫伯大师是明朝四大师，各位都听我讲那个故事，紫伯大师有一天在吃午饭。在吃午饭的时候，要吃之前忘了上供下施，就夸个家，免了，就请他的侍者打他屁股四十板，你赶快跑，不然我再给你，不然的开动的家里啊。有些人都放在嘴巴才啊，免了供养佛供养法啊，然后忘了下施啊啊，所以各位要保持正念啊。越加进去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下施众生哦再吃啊啊，紫伯大师我印象特别深，哎，念一下来，养猪为口腹，因爱结成仇，猪若知此意，终遭不食仇，颇赖猪未知，肥肉过如猴，将来如作猪，还须尝猪油，此理果福妙，劝如养猪修。所以郭渣郎那么起低，对不对？郭渣郎都自己养猪自己杀猪，我记得我小时候还看过的起低。所以一波爱郎起低行为就会讲啊，因为爱自己的人就跟猪结成仇了。如果被养的猪知道说你给他对话后，就别给他抬炸的假的了吧啊，终遭不食仇，满面的欢乐。就是好在是这个猪鱼吃不知道，所以这个肥肉才能够让你吞下去啊。但是呢，将来换你做猪，我们还要还这个猪啊，还肉啊，还油啊，啊，这个道理是真正的。所以劝大家不要去养猪了，杀猪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我现在发觉很多国家的人，我经常出去玩的，你经常把脚还短脚，他那个短脚哈，肉比较。硬，他要吃那个刚刚好一两个月的那个最好，嗯，啊，那个肉最好，很可怜，很可怜。而且他们在租的人也说比较好在睡觉，紧急做几顶，啊，哪边再短家，他们比较吃亏，他们就会在他们一个钟头就要停一下，然后把那些猪给咬一挂拎醉，然后给吐吐，因为他们是叠在一起，又怕他窒息而死，就让他跳一跳，让他跳一跳，然后让他有呼吸，然后再继续运。运到要杀之前不会死就好了，啊，不然一头不修他那个猪不修他到底他这样就亏了嘛，所以他本来可以挤三只，他要挤五只挤六只来修他，但是一个钟头差不多算好卖了细油了，啊，很可怜的那些猪啊，那些，所以到了有杀猪的地方各位都听得见，而且猪在叫的时候很可怜啊。第十六戒杀来，悟我从来本一真，幻形分处不分神，如何共觉娘生肉，大地哀嚎惨杀人。所以动物跟我们本来都是有一个真如的本性，只是因为业报幻化的这个形象变成不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的神识还是一样的啊。但是如何大家共同吃这个同样是妈妈所生的，我们也是妈妈所生的啊，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变成大地哀嚎啊啊！如果有人看到人在杀人，大家会大地哀嚎。所以经常看报纸，爹因老母病头前，台西因囝，很多这种事情发生了 啊那个时候这个做妈真的是很受不了，但是这个做妈妈在杀小猪小鸭的时候他没想到这个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轮回的真相啊！所以我到现在很多人我说，哎呀，生命电视台好像每天都在讲一样的，能不能讲深一点呢？啊，我说这统亲嘛，这个不是深不深，而是大部分的人都还在吃肉杀生，我们必须为这个事情在努力嘛。反正很深的经典很多法师在讲了都没有问题了，但是这个基本的又是特别重要的啊，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子女平安啊，每个人希望老年好啊，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在做这些事情啊。所以曾经有很多法师问我说，哎呀，
海涛法师，你每天的放生超度，这个修福报而已啊，这个没空性的智慧啊。我说好像是哦，你这样讲有理有理。但是我跟他讲，真正要超度啊，不是金刚上师不退菩提还做不到嘞，戒德老和尚到老到死之前还在放焰口哎。不要把这个放焰口超度放生当作是初级班修福报的，这样讲这样不对啊。而且我跟法师说，法师，因为我们的对象是在家人，那在家菩萨就是要从戒杀放生布施开始，你跟他讲这些禅呢、啊、讲这些大本的经论当然有帮助，但是他基本的没做到就很可惜了啊，这是悲心的问题啊。我们跟妈妈要讲什么？跟妈妈讲你来夹菜的别开挑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老妈，我的夹菜我的脸糊糊啊，你都好啊。哎呀，这我们的妈妈就是这样，你还跟他讲大智度论苦集灭道，你贼后啊，这个善巧方便的问题，悲心的问题啊。再来第十七，放生师十手，哎，来，素手横木人，树木横生兽，从兽者自阴，甘人者永动，悲哉肉世界，惜物或长寿，一虎当一居，万人不而走，万人俱虎心，物命谁当救，莫言他肉肥，可聊无生寿，彼此电路命，但当相勉佑，共修三间法，人寿两无负啊。所以我们叫树手横木人，代表人，树木横兽代表动物，所以呢这些野兽因为人有智慧啊，所以就抓他们了，甚至甘忍者勇斗啊。但是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也会去打仗啊，但是可怜了、啊、这些动物因为智慧不够被抓来被杀，叫他悲哉肉世界。对我们人来讲，看到动物叫肉世界，他没想说它是动物啊，它是活的，它是我们啊吃肉的对象啊。所以哪一种动物不想得到长寿呢啊？一虎当一居，如果有一只老虎跑到乡村里面来，然后乡村里面的万人看恐怖啊，赶快逃走啊。所以万人，很多人都会怕老虎的这种心，但是那些要被杀的生命是谁来救他呢啊？他被关在笼子里面。所以各位，你要是经常去市场，你去市场看到鬼啊。所以我们政府民间一直抗议不要活体屠杀，不好看，每次到市场都吃活鬼啊，都要咬妈妈呢，好，我稍等来抓吼，以前去买菜啊，出来好，我鬼啊太好啊，啊，很可怕。所以这些生命怎么办呢啊？所以千万不要说哦，它的肉很肥啊，吃了我就可以健康啊，可以胖。所以彼此，我们跟动物的生命都叫电漏，电漏，我们的生命都是刹那的，像电，像露水一样脆弱的生命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互相怜悯，互相替所有动物想，共修三间法啊。这个三间法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啊。也希望戒杀放生吃素叫三间法啊。我想是这个意思，你知道别的意思吗啊？所以希望人跟动物都不要互相欺负啊，大家都彼此爱护。所以我这样讲还不够白话，我希望各位靠洗干了、啊、如何把这个又变成很白话，甚至法正老法师点下功用唱的，用唱的啊，编成好听的曲唱给大家听，那就流传在这个世界啊。现在不但要用唱的，还要加动画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祖师大德这些菩萨的意思表达出来，太慈悲了啊。再来十八，戒杀师，来，一指纳沸汤，浑身筋欲裂，一针刺脊肉，片体如刀割，鱼死向人哀，鸡死临刀泣，哀泣各分明，听者自不是啊。一根手指头放在滚烫里面，哎呀，全身都啊都跳起来了，浑身筋欲裂，
一根针插在自己的肉里面，自己受不了啊，遍体如刀割。所以鱼要死之前，它好像也会叫啊啊；鸡要被杀之前，哎呀，好像会掉眼泪啊。所以他们在叫啊，掉眼泪很清楚。但是我们这些人类根本没想到这些，听者自不是。所以那天我看报纸，在东北吧，大陆东北，有一只他们在负责杀牛，结果就有一只牛就一直掉眼泪，一直掉眼泪，一直掉眼泪，现场人没人敢杀。啊，又感受到这只牛的，所以叫做下面牛在烤，我们在造，对不对？这牛要被杀的时候，跟来烤，啊，所以他们就没办法。所以各位要去体悟到众生的苦的意思啊。所以我想各位生活教育、生命教育，如何让你的儿女、亲戚朋友开始去感受到其他生命的痛苦，感受到这个苦，然后让他慢慢的觉得不是肉不好吃，而是这样太不忍心了，啊，有点不慈悲啊，啊，这样就有一个升起一个慈悲心，功德就很大了啊。再来，十九劝素食，莫为畜生为，与人同气血，但自我肥甘，不顾他死活，痛口说相君，畜生非是别。过去之六亲，未来之诸佛，你看这些大居士多慈悲啊！千万不要说畜生是很啊没什么功德的啊，所以他跟人一样会呼吸有血脉啊，但是为了我自己喜欢吃乃至身体健康，就不管这些动物的死活，所以啊苦口婆心啊，痛苦痛苦。这些菩萨告诉我们啊，畜生跟我们是一样的，都想要离苦得乐，都有感受的，不是有分别的。畜生是谁啊？过去的六亲眷属，每一只动物都是未来的佛，过去的六亲眷属，这句话最强了。所有动物，蟑螂、蚂蚁、猪鸡呀，都是过去的父母六亲眷属，都是未来的诸佛，要这样去对待它。二十劝弄长，弄长就生儿一女，来念一下。富家生一子，珍之如宝玉，物类若隐群，便作高中肉，青叶一提丝，此心何太毒，愿将地藏经与金山复读啊。有钱人生一个儿子，哇，珍贵的像黄金珠宝一样，但是那些动物如果养整群以后，哦，长大了就要把它煮来吃了啊，青叶一提丝，啊，这动物他们都凌晨杀，那杀的声音会叫，啊，如果你的小孩子在叫，哇，你就跳起来了，但是动物在叫，我们都没感觉啊，啊，此心何太毒，怎么办？我们都有杀生吃肉，所以要读地藏经啊，读三遍啊，超度啊，啊，愿将地藏经与经三复读，甚至这里面最慈悲是什么？我们不是为自己，每天读。经常读地藏经，回向给这些被杀的动物啊，乃至啊杀动物的人，愿他们啊消除杀业啊。二十一，请乌安道人出家人来，有命尽贪生，无分人与畜，鱼鳖无声类，见死瞪两目，真命沾鸡间，张口不能哭。始由护其子，善分将生局。所以有生命的都要活啊，不分人跟动物。鱼鳖虽然不会讲话，但是知道要死了，那是被杀，眼睛瞪得大大的啊，你要把它切在肚颠啊，要切的时候它还会挣扎的，但是嘴巴啊哭不出来啊。你看那个鳝鱼要死之前还保护它肚子里面的鱼卵啊，所以死由护其子，善分将生局。你把它丢到水里面煮的时候，它卷起身起来保护它肚中的儿女啊。为了要让生